开头。艺人郭书瑶男友金央吸食大麻侦讯将近七小时，终于露面，压了压帽子，神情看起来相当淡定。表演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，什么？你结婚了？谈话节目固定班底，高挑帅气，演出电影武斗，展现一身好武技，更因为和瑶瑶交往，知名度大增。啊，我没有准备得奖感言怎么办？女友演艺事业亮眼，还拿下金马最佳新人奖。反观自己涉嫌吸毒，当场被逮，金阳再上版面，竟然是负面新闻。多配合，对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。快步离开，不愿多做解释。刚起步的演艺人生却栽在自己手里，从此多了一笔抹不去的负评。优酷全娱乐，不是感谢大家关心就可以的。台北报道。开头。艺人郭书瑶男友金央吸食大麻侦讯将近七小时，终于露面，压了压帽子，神情看起来相当淡定。表演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，什么？你结婚了？谈话节目固定班底，高挑帅气，演出电影武斗，展现一身好武技，更因为和瑶瑶交往，知名度大增。啊，我没有准备得奖感言怎么办？女友演艺事业亮眼，还拿下金马最佳新人奖。反观自己涉嫌吸毒，当场被逮，金阳再上版面，竟然是负面新闻。多配合，对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。快步离开，不愿多做解释。刚起步的演艺人生却栽在自己手里，从此多了一笔抹不去的负评。优酷全娱乐，不是感谢大家关心就可以的。台北报道。